你被什么样的音乐感动过？是穿越千年岁月的沧桑，还是上百人合唱的澎湃？是青山翠岭之间的婉转悠扬，还是芦笙阵阵的轻歌曼舞？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进大山，深入贵州黔西南，前往平日无法到达的地方，听33个民族在1.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唱出专属于贵州的极致声音。一段感心动耳的音乐旅程，前所未闻的听觉享受，准备好了吗？听，这里是贵州。